梦幻婚礼一场难求，小珍却遭瓜哥打枪。我的婚礼是我自己就是非常满意，我也没有拍婚纱，就是一切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花很多钱在海岛要招待亲友来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的婚礼不想要办在饭店，不想要那，我只想要办流水式，我觉得很酷。我就跟瓜哥讲这件事，他就说，那我什么什么电视台长官要坐哪里？电视台长官可以上去跳钢管舞啊。先不要。今晚八点，中声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